圣诞前夕的东京，现在涩谷这里很明显的跟平常完全不一样，各单位严阵以待，日本绝对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，1400万人命在旦夕，抓到口罩即将禁止非相关人士通行。西岛秀俊、佐藤浩市、石田百合子，叶太太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这招可不一定永远有效。你认为是你的犯人？犯人的动机并非单纯想杀。你把我杀掉他好不好？追风！圣诞杀戮日，未来电影台倒数开始。